这只瓷瓶胎薄而轻，胎色洁白，肌釉处有泪痕，外壁薄釉处有蛛丝刷痕，应该是北宋定窑的东西，没错。明明郎是你的宫廷画中，工桌上摆的是对瓶，但为什么故宫目前只收了左边这只定窑画花长颈壶？每周六晚间9点，瑰宝1949。哎，小心！